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绿灯中天小绿豆，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2021年的新款之一绿灯70商务系列的产品。现代主义的审美视角强调以理性的思考方式回归生活的本质，我们这款绿灯70商务系列成功的将空间具化为实用与美学交织相融的生命体，赋予了空间轻奢雅致而舒适的生活氛围。无论是沐浴在美丽的自然阳光下，还是想沉浸在聆听雨打窗户的个人世界里，窗总有一种非常吸引人的特质。我们这款绿灯70商务系统窗，排水槽内置隐藏式防风帽，防止雨水倒灌，有效地将雨水排出室外，使得我们可以安心地在窗户边感受与外界的联系，而不用把脚踏出我们舒适的家。家就是一个安静的容器，居者能够享受其中的安宁。我们这款70商务系统窗采用了三道密封结构设计，矿密封、扇密封、等压密封，隔声性能可达四级。胶条采用了沈阳瑞德三元一顶汽车级密封胶条，水密性可达六级，气密性可达八级。型材采用了华健6060-T66超高经济铝材，抗风压性能可达九级。如此高性能的门窗，让您在生活节奏飞快的现代，能有一段真正属于家人的幸福时光。人生即便匆忙，也不要走马观花的旅程，选择绿盾70商务系统窗，给生活多一点认真。